兄姐妹平安，欢迎参加今天的崇拜聚会。下周崇拜由刘群茂牧师讲道，讲题为忘掉过去，展望未来。六月份崇拜信息主题为明天不一样，一起将过往化为前进的动力，用信心勾勒新的生命蓝图。鼓励踊跃邀请新朋友参加，如需更多 DM， 请假 B1 崇拜服务台索取。下周为圣餐主日，请弟兄姐妹预备心，准时参加聚会。请迟到者先在走廊稍候，待圣餐结束，依照招待引导入座。下周6月4号周六，适逢端午节补班补课，当天国高团契暂停，原青年崇拜改为国高大和堂崇拜。一个真正爱耶稣的人，一定会去爱他所爱的事情，散发出他生命的香气的时候，那个 power， 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。神就说，雅各这本书真的是非常有能力，但是需要有人花代价去把它读出来。2016 iHop 周吉仁牧师与神亲密特会，从大诫命到大使命，时间在7月21号到7月24号，带领你用与神亲密的思维来默想神的话语，点燃你里面对耶稣火热的爱。2016暑期成人国内短宣队青年服务队邀请你的加入，部分梯次已额满，鼓励弟兄姐妹把握传扬主爱的机会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青年牧区小六升国一青年欢迎礼，内容有火热敬拜、感人见证，还有学长学姐介绍及丰盛点心，鼓励小六升国一生踊跃报名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青年牧区2016大学毕业礼，时间在6月25号青年崇拜，鼓励今年大学毕业生踊跃报名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任务代号特务联盟即刻启动。青年牧区2016第一届特务联盟国高梯，时间在7月6号到7月9号，大岩梯时间在7月11号到7月13号。6月5日前享有第二阶段优惠，请青年特务把握机会，尽速报名。第三届 YS 暑期青年门训学院，时间在7月18号到8月5号，连续3周，周一至周五全天。超强师资阵容有 iHub 周吉仁牧师团队、400粮堂师资团队，鼓励升高二以上且符合资格之青年人踊跃报名。同时报名特务联盟和 JS 高一领袖班或 YS 暑期青年门训学院，享有超值优惠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家庭事工林凯庆老师走访童年课程，时间在6月10号到6月11号，将帮助你理解童年的事件与情绪，找到最佳自我定位。中年再出发课程，时间在6月17号到6月18号，将帮助你检视人生上半场，找到与自己和好的途径。以上名额有限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人亲协会诚征社区关怀全职同工，鼓励社工或教育相关科系毕业，具工作经验，亲和力高，对社区关怀工作有负担，且能配合教会作息者加入我们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受洗班于每月1、3周开课，六月份上课日期为6月5号、6月19号，课程完全免费，无需报名。提醒您，课程前需完成签到。紧张吗，小朋友？不会，你会吗？你会紧张？会紧张吗？当然会啊！哇，还当然会。有点怕怕，有点怕怕。36万元，累计建堂奉献金额为5亿4900万元。还有更多教会消息、课程及活动相关资讯，请参阅周报哦。